车时，万火急赶到这处寺庙来，拿出救护器材把受伤的乘客抬上担架。我帮你固定一下你那个颈椎好不好？哦，不舒服，忍耐一下啊。先帮伤患做初步处置，一刻不敢耽搁，将人送医治疗。受伤的不只有一位，全从这台黑色轿车里被救出来。而这辆车四轮朝天，车体严重受损，就从二楼坠落翻覆。有两名女性患者，分别为62及77岁，均为肢体擦伤，意识清醒。十字护栏中间一大段被巨大的冲击力道撞断，碎石散落一地，轿车直接翻覆到楼下停车场。惊悚意外发生在嘉义县竹崎这处寺庙，吓坏庙方人员。车主称是车辆爆冲至无法控制，确切的肇事原因还需调查厘清。只是提醒民众，不论大车小车都要定时保养，并且固定检查车况，驾驶人也要有充分的睡眠，精神充足再开车出门，以确保行车安全。华视新闻陈芒嘉义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淳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